各位观众朋友晚安，欢迎收看超级新闻王 Plus 新闻播报。首先大家一起来关心影坛盛事，最近申德威导演的阿 Ken 正在为他的新剧如火如荼的选角哦。人潮挤爆世纪现场，吸引许多怀有演员梦的新人参加。本台独家为您掌握最新消息，带来现场最新连线报道。看着他，不要为过去的事情浪费新的眼泪。我表现还可以吧？还 OK， 还 OK。我有点紧张哎，因为我看到酷炫。第一次试镜难免会这样，让我来示范给你看。好，因为天气好，因为天气不好，因为每一天都刚刚好，所以一切都很美好。可以吗，老师？你们两个表现得太好了，你们会给来报名参加的人非常多的信心。如果你也做得到，还等什么？赶快来报名！